来来来来来来，上酒上酒，慢用慢用慢用，来这边这边来。我姓慕容，是大燕国将军。大王赐婚于我，安排公主主婚。今日是我拜堂成亲的大喜之日。这位是大王唯一的女儿，公主。新娘是我王叔贤王的义女，贤王有着九位义女。据说，这新娘是武功排名最末的一位。她嫁给你，只有一个女。偷日服。我是个坏人。父亲，父亲你在干嘛？他们让我给您和新母亲送两颗红枣，说是早生贵子。哎呀，我在成亲呢，一会儿你跟蔡英哥哥说把随礼的红包都捐给救济所。今年虽然没什么饥荒，但也要有备无患。是，父亲。去吧。我接着说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了将军，独自走。这是东院，一会儿你独自去西院。本将军给你的承诺就是井水不犯河水。看，我命人也在你屋里安了这个传声筒，有事儿可以喊我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我的意思你能明白吧？我明白。我是大义灭自己，勇跳坏人坑了。飞尽点红妆，无人欣赏。天晴月朗，几人？你是鸡，你是狗，我都只能跟你走。我要来你这东院，一定必须能来。我是大王赐的婚，又是贤王的义女，嫁给你是下嫁。我是个坏人，坏人就值得炫耀了。我是个好人都没骄傲。你学过耍嘴皮子的功夫是吧？你可以再来一次，我还有其他说辞。好，再来一次。我是个坏人。夫君，我原谅你了。
几年功夫，摔一两下子，摔不坏筋骨。我真的是个坏人，要不然我们再来一次。我是个坏人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再来一次吗？你配合一下吧。我要独自去西苑，井水不犯河水。我是坏人，坏人说话不算数。来人呐，告诉宾客，月上柳梢头，各回各床头吧。是将军。我要独自去西苑，你要再拦我的话，我就会大喊。这就是西苑啊，你们这玉荣府平时哪儿是禁地啊？回夫人的话，玉荣府平时没有什么禁地。没有什么禁地，你们先去休息吧。是。没有禁地，那个傻将军把日服藏哪儿了呀？我答应义父的，三天之内必须拿到手。看来这傻将军还真把我打入冷宫了。正好我也只是来拿东西的。这么晚了，谁啊？你这是坏人的临时起意？对，所以你凶多吉少。那可以急的。那你要看你急哪一个。我吧，从小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两个人一起睡的时候啊，我都喜欢露天睡。你跟谁两个人一起睡过呀？大姐、二姐、三姐、四姐、五姐。压缩一下，你共有八个姐姐。你同意了是吧？你这也是临时起意吧？不不不不，我不打算凶多吉少，我是你的夫人没错，不过我跟你两个人一起睡啊，就得露天睡，公开一点没什么不好。明天可以吗？你答应我吧，求你了。明天我跟你露天，如果我跟你一起睡，就必须要露天。站住！你就是大燕国宫中的奶娘是吧？你是谁啊？25年前出生的那个王子在哪儿？
君，夫君，可不可以派人给我送点香粉啦？香粉，怎么没声音啊？没人吗？哎呦，这肩膀不能捏，我受过伤。你受过伤？我看看。这位哥哥，其实啊，我特别喜欢您听我说句话。你特别喜欢我？还称呼我为您？我听到了。还有，别哥哥哥哥的，我是你夫君呀。我是要跟你说个秘密。你说呀，不耽误你脱衣服呀。你看，是你亲自动手。还是我亲自动手。你动手跟我动手有什么区别吗？也是。你就会欺负我这个弱女子。捡不着便宜就说自己是弱女子，我懂。你孩子都有了，可不是什么都懂。你说过你不会进这戏院的，你的诺言都喂狗了吗？哎，你别哭呀，你要是哭的话我就把你的眼泪也喂狗。快点儿，自己来。那你怎么样才不看呢？不看呀？也行，你抱抱我，你抱抱我，我就放你。真的啊？这你也答应啊？你让我抱的呀，你说让我抱的，你要活生生把我气死。好，那你抱抱我吧，抱抱我我就退一步。不过呢，今儿晚上你得跟我圆房，因为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。露天行，满足你啊。你给我系腰带呢，往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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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再往上也摸不到你的头，抱都抱了，你要这次说话不算数，我就怎么样？我就跟你比剑。比剑？你赢了？你跟我比什么？你都赢了。将军，将军，公主府那边来人了，请将军立即过去，马上。天降救兵啊，来得挺及时啊。上天呢，总是会眷顾那些善良又听话的人。快去吧，公主喊你呢，去吧。露天啊，我见了伞。将军，将军，夫人来了。看下面干嘛？这天露得够大的吧？好了，每个女人看到我都是你这样。
我亲身验证过了，特别舒服。晚上在这儿可以。你傻看着我干嘛？我们今天晚上在这儿，让他们一直在这儿陪着咱俩。这山上啊，有狼。他们晚上干的就是杀狼，四处杀狼。狼的目标是咱俩，保护咱俩比较重要。反正他们一会儿也就撤了，连骨头渣都不会剩。咱们两夫妻在这里，他们不会没有眼力见儿的。你这背上的伤是鞭伤吗？这么重，谁打的呀？兵营行刑部，还好。兵营行刑部，我好像有机会还回去。兵营行刑部的鞭刑啊，你都能还回去？我看还是算了吧。算了，这话说的倒是很轻巧。我被狠狠捅了一刀，血都没擦，你跟我说算了？这鞭子打在我身上，我皮开肉绽，血肉横飞，此仇不报，你说我还算是个男人吗？我必须要还回去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？我中箭了。我去找大夫。回来，我服过药了，我爹给我的灵药。您这是找到人了？可惜让他给跑了。所以啊，25年前传闻大燕国王后临死前生了一个男婴，这是真的。还有一个是，你爹家的老九据说被大王赐婚给将军了，已经出嫁了。这，你说什么？你说，你长这么好看，干嘛偏偏让我下嫁给你啊？你都是孩子他爹了吗？我长得好看，应该是我下嫁给你啊。你收收你那崇拜的眼神行吗？这是当今大王下的圣旨，王城现在封城呢。如果你想找大王收回成命，也随心不得呀。突然这么主动，我有点害怕。我这平时啊，身上带着日服呢，我得小心点。日服？大王现在卧床不起，所以王城封了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王朝的官员如果想探望他，必须得同时持有日服和乐服。日服呢，原本存放在公主，现在存放在我这儿。乐服，在你义父。我岳父，如果不能同时持有日服和乐服，靠近王城时就会被禁卫军乱箭射死。这当大王也太糟心了，又要防着公主，又要防着贤王的。哎，这日服那么重要，你别搞丢了。要不我帮你收着。人的心真的很小，装一个人就满满当当。是，我的心里只能装下赫连，我的心连我自己都装不下。讲得比较可怜，听起来比较可悲。试试吧，匕首刺进你的皮肤，插入你心脏的感觉。
学。慢慢的，越慢越好。我下不去手。如果有一天公主即位，会有无数把匕首刺进你的皮肤，插入你的心脏。你下不了手，会有人向你下手。你想见到那一天吗？姐姐都会功夫呀。是啊，练过功夫，但是下面那种功夫。哦，好啊。我好害怕啊，我从来没有到过这么高的地方站过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你别走啊，我恐高，我现在需要你。以后要说需要，不准说现在需要，记住了吗？风烟起，转北方，好男儿倔强壮，字一句你渺茫，生死为你闯，并不是负心郎，只愿你安乐乡。雪人沙场何时能幻想，人不眠夜未央，西风连酒如常，听孤欢今月光，孤单人动鸳鸯。退一步的前提是值得，你值我就让你。我老了，你会比我老得更快。好了，你走吧。那个，碰一下，你碰一下我就走，我保证。自己想办法吧。为谁春草梦池塘，今秋恨那何来长，饮一杯
这回能碰着了吧？阿紫，我们俩商量商量好吧？我带了好多陪嫁，带了好多金子。谈钱是吧？我看结婚那天，你把宾客随的礼就都捐给了救济所。我也有钱，我们俩交换一下。好啊，那你就把你全部的陪嫁，所有的钱，都给我。好好，都给你，都给你，全都给你，只要你不进我这屋。那你想好了呀？你再也买不了首饰呀、衣服呀，买。好好，行，我为你值得，不，你为我值得，感谢啊。慢走，不送。哎，他还挺善良的嘛，人也不怎么坏。可是，这义父交给的任务，我得完成啊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有了。做的，你睡吧，我坐一下就行。大晚上的，坐什么坐呀？我们要跟着老天爷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躺下，睡觉。好吧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楚河汉界，这辈子啊，就是界限了。你盖被子吧，我不用盖了。行，夫人。啊，你这手啊，要在被子里。是不是我？我们两个是夫妻，知道吗？父亲，父亲，宝宝，宝宝，听到我叫你了？母亲，我听到了，我赶紧跑来了，和你和父亲一起睡。是啊，宝宝也想父亲了呢，对吧？来。来，宝宝。
人，您的那个御史是进水处在修缮，反正将军是这么说的，让您在这里沐浴。这个男人啊，一天不折腾了，一天他就不舒服了。阿紫，阿紫，夫人，在。我衣服呢？将军吩咐过，您的衣服都收走了。将军说，他一会儿派人来给您送衣服。来一下，我去换下衣服，端庄一下仪容，行吗，大将军？你那儿有什么呀？被火钳烫了个戳，见不得人啊。那是一个笨蛋。手印戳子，都被人烫了一个戳，还说人家是笨蛋，谁啊？下手这么狠啊？这个呀，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，大概在5年前吧。有一次，义父说楚地来了一个刺客，让我去李成的兵营里把刺客带出来给义父。然后呢？我这么一想啊，论功夫吧，我肯定没有本领杀进兵营把刺客给带出来。我义父啊，养了9个弟弟，教我们学功夫，也教我们读书。我是这9个姐妹里功夫最差的一个。我可不这么看。那倒也是啊，不然我怎么可能毫发无损的就把刺客从兵营里救出来了呢？我义父啊，派我去的时候啊，就说了，一个人就可以顶千军万马。来，讲讲，怎么一个人顶千军万马呀？特别简单。当时呢，我雇了几个村妇，上演了一出戏。我们提前等在兵营的一条必经之路。果然，一个首领把我带回兵营。我趁他不备时，我拿出迷药抹在手上，用迷药迷倒首领。那个男人挣扎了一下，哐当一声躺在地上。我跑的时候完全没想到，那个男人拼尽全力抓了我一把，痛死我了。从始至终我都闭着眼，没看到那个男的长什么样子。原来我和他5年之前就有了缘分。那天我骑马带兵出了兵营，走在下山的路上，看到了几个村妇蹲在地上，再看一个小娘子，那个小娘子被绑着绳子，她闭着眼，显然晕过去了。看，这可怎么好啊！醒醒啊！这是怎么了？
一个土匪啊，真是太可恶了。骑着马，带着小姑娘，小姑娘大吼大叫，我们几个想拦住土匪啊，没想到那个土匪一慌，就把小姑娘摔下马，小姑娘就摔晕了。哎，要慢着点啊。我不能见死不救，所以就带了小娘子回了兵营，让士兵们去找军医。小娘子从始至终闭着眼，出了四道血印，他头也没回的就跑了。兵营行刑部的皮鞭狠狠地打在了我的身上，我一点都不觉得疼。不知道小娘子姓甚名谁，已经够倒霉的了，居然连眼睛都没有看到，这是多么笨！我当时啊，真的很痛，痛到我这里。对，但是你还是完成了你的任务。那必须的，义父交给我的事，我怎么可能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呢？养育之恩，再生父母。喂。哎，你别发呆啊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有一天我和你义父同时掉进河里，先救谁是吧？当然是救我义父啦。哎呀，你看你人高马大的，一看就会水。义父对我有养育之恩，是我的再生父母。大将军，后日我给你办寿宴。不必了，将军府没有这项开支。不必担心，我有八个姐姐呢。来，妹夫，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，再次感谢你照顾我们家九妹。九妹出生在县城之家，义父又是贤王，所以呀，在家娇生惯养。我也娇生惯养，不过我都是靠自己。来，妹夫，我九妹嫁进你将军府，以后还望多多照顾九妹。要想获得更好的照顾，谁能比得了你们八位姐姐呀？但我不会让她回贤王府。她是我的夫人，我必须要保证她天天在我视线之内。那个妹夫啊，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九妹的新房啊？
我住西院呢。哦，那我们就去西院吧。哎，姐姐们，去西院吧，姐姐们，走。改天吧，改天我那个西院还没有收拾呢。哎呀，别改天了，就现在去吧。走，姐姐们，走啊，姐姐们，姐，走，走，走。你这不是丢我的脸吗？也是丢你自己的脸啊！我没丢啊。在这儿呢吧？哎，你看，好漂亮！哎，看这边，真好看啊！走。想不到妹夫果真没有亏待我们家九妹，在此八姐我替各位姐姐谢谢妹夫。谢什么谢，都是自家人。走进屋看看去。我们自己来。走吧。这些都是我娘留给我的，我娘先是钱啊，还特意找裁缝给我的新娘子做的。可惜啊，我娘走得早，我连她一面也没有见上。妹夫，这款式我穿着也合适吧？这样子适合我吗？我姐在问你呢。哎，起来，你这衣服是不是也不合身了？让我看看。哎，就是的，改天啊，我找裁缝给你缝缝。哎，就是我认识的裁缝度，我看看是不是紧了。哎，对呀，你看脖子这块看看，一点都不合身啊。这样也是。哎，小心点，你给我看一下，我看差多少。哎，别动，别动。哎，你这也松了。哎，这里，这边。哎，这个袖口好像也有问题。肩膀有点松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样可不行。哎，这腰线怎么做的呀？这做工不太行啊。我看那也不行。让我量一下。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别闹了。你看你们把我妹夫都弄晕了。晕了。夫君啊，今日我想跟姐姐们一起回娘家，你答应我好不好？你就答应他。哎呀，答应他。好，依你，都依你。谢谢妹夫，真好，真好。
贤王，这是假的。此花怎假？花纹可以仿制，唯有玉，天底下没有两块玉是一模一样的。日浮月浮是从一块玉中雕出来的，这明显是两块玉。父亲，这果然是两个颜色跟纹路，幸亏您格外谨慎。是啊，不然贸然行动，前功尽弃。你先回去吧。是，卑职随时听您差遣，肝脑涂地。怎么做？父亲，我相信赫莲，他不会背叛您，您对他恩重如山啊。姨父。你所得到的日符，那是假的。假的？义父为什么唯独派你去呢？虽说你的武功比起你的那些姐姐们来说略显逊色，但你获取人心的本领无人能敌，所以你要尽快地拿到真日符，全身而退。现在的大王体弱多病，他唯一的子嗣公主也不足以担起江山社稷，只有义父我了，才能够对百姓负起这个责任。日服对我们很重要，你的父母也早日的盼望我们能够为百姓谋得福祉。谢义父。给你的父母上纸香吧。接夫人，快！将军，天就快要亮了，贤王府邸应该还没起床吧？夫人是我的夫人，怎么能让她在娘家过夜？快去备车。
说是听到大门开门的声音，而且有马蹄声。奴婢们去祠堂和九妹的睡房看，发现她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就是有人骑马把她带走了。你带人去各个通道传令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都不得出魏城。快去！是。我相信九妹这会儿应该就在魏城城内。撤！撤！千万不看路啊！这是你第一次来我家住的院子，虽然已经年久失修，破成这个样子了。是我一直求着父亲，这才留了下来。阿明哥，我要回府了，义父交给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。你忘了你小时候许下的诺言了吗？我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。阿明哥，我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。你说你一辈子要跟我在一起，我现在不想让你去执行什么任务，我要你跟我在一起。我被大王赐婚了，我现在是将军的夫人。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你现在为人父，只要你在，我的阵地就在。日服的事情，我以后自己再想办法，好不好？慕容武功高强，深不可测，如果可以用强的话，我和姐姐们早就上了。赫莲啊，这才几天呀、啊，我就感觉你近墨者黑了。阿明哥，我要走了。你今天哪也去不了。贤王，您说是阿明把赫莲带走的，阿明带她去哪儿了？我要提醒你一句，不得伤害阿明。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出了这样的事儿，您作为阿明的父亲，不会不知情吧？赫莲只不过是我的义母，不是我儿媳的人选。我选的儿媳必须与我家门当户对，只有这样，才可以在我百年之后，我儿永成家业。将军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对大王忠心耿耿的将才，我认为你和他在一起，那才是最般配的。谢谢贤王的夸奖。今日我要提醒一句，日后我要与将军携手，为天下的百姓谋得福祉。贤王抬爱，若能追随贤王，为天下百姓谋得福祉，不仅是在下的荣幸，更是天下百姓的荣幸。很好，这是解药，你带上，也许用得着。玉，要么刺死我，要么离开。赫莲，赫莲，
何莲，何莲，我已经给他下了毒，我得不到的，你也别想得到。不配，我得给你加个鸡腿，如果你不吃呢，那我也不吃了。我不配。为什么呀？我不配。赔礼道歉，也算是感谢你啊。那我就更不配。算我求你了好吗？我求你了，你吃一下。我求你了。人呐，有的时候不要太看得起自己，也不要太看不起自己。前一句说的是自傲的时候，后一句说的是自卑的时候。好吧，那我就放下我的自傲和自卑。今日以后，我去哪儿都给你报备。报备，不用，以后你哪里也去不了。为什么呀？你不配。彩英，进来吧，不用在外面等了。将军，公主府来了帖子，请您过去陪练。这个我配，我配一脸，我是你夫人啊。这个我一定要去，你是我夫人，我不配去的。哼，自己吃吧。已经通知赫莲了。是。他接到通知，一定会来的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单独来见你了，我不可能和你在一起，不可能，永远都不可能，死了这条心。我就给你三天时间，你拿不到东西。回不到我身边，我就杀了你的假夫君，还有你的八个姐姐。我说到做到。让开！你放开夫人。八姐，何莲，你先跟阿明走。我刚才跟你说的话，记住了吗？放开夫人。夫人，救命！小心！保护夫人！
没事吧？小心。才能够变得安稳一些。父亲，我刚才在集市看到那个奶娘了，她人影一闪而过，我追上去没追上。看来我们要抓紧动手了。如果那个真的王子还活着，那就正如父亲所说，如果大王当年昭告天下他有了儿子，那他儿子一定会成为众矢之的。如果他把这个儿子藏在太阳底下，等有朝一日再做登基，那就非常的稳妥。这正是为父多年来一直追查的，究竟谁最有可能是那个王子啊？阿明，你来。这就是当年我的父王留下的遗诏，昭告天下，我是继位之人。可满朝的文武指鹿为马，说这是假的。我现在告诉你这些，就是想让你知道，做大事没有道理可言，一定要先下手为强。哎，将军，母亲，你带着宝宝去哪儿了？先回女巫睡觉了，不许告诉别人去哪儿。是父亲。嗯。香呢，我亲手做的。尝一尝。三番五次为同一个理由道歉，你是敢饺子皮贴脸皮里？我的脸皮其实比饺子皮还要厚呢，不用贴里面。将军，你听我说好吗？我知道一个人能无限地包容另一个人，从来都不是理所应当的事，所以你对我的好，我一定会报答。怎么报答？我
我用惩罚我自己的方式报答你。怎么惩罚？我打算一辈子守活寡。来不及等待的我的手，我把时间都拼凑，爱情的沙漏剩的不多，要怎么相拥？我把你刚才说过的话再重复一次，你再说一次。其实我心里想的是，我想的是，我好想抱抱你。别介意我的感受，你给的伤口习惯没透，只抱一次就好。说不出口的寂寞，把温柔虚构，别把这真实看透。把温柔虚构，别把这
院子都打扫干净了。是，打扫干净了。你给我的任务，我真的很爱大将军。杨玉芝，我来世再报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。你醒了，将军，您在鬼门关走了一趟，我都吓坏了。我查看了地上的痕迹，夫人是被人拖走的，来人没有敢对您下手，估计是忌惮您手握兵权。州的将士将没有三军统帅，马上就会陷入混乱。他们不傻。来，上酒。是，该来的终究会来。今天，我要一醉方休。将军，贤王，这日服是真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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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贤王，您答应的，等您登基了，一定封我为护国大将军，还说赏我500两黄金。嗯，您看这500两黄金呢，能不能先给我？放心，那是自然。来拿。去取黄金，还有美酒。是。啊！谢贤王。贤王，你奴才，你为了黄金。你可以出卖大王啊，明天你可以为了黄金来欺骗我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。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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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见过贤王，大王有令，进城者必须同时持有日符和月符，擅闯者视为叛乱，一律射杀。谢贤王。奉天承运，大王诏曰：朕即位31年矣，海内和亲，天下太平。王之血脉，太子今日更回王姓，不再流落民间。王传大位于太子王良，本王即日起赴五台山密修，钦此。太子王良谢父王。荒诞无耻，朗朗乾坤，上有尧舜，下有本王，论功论德，本王盖世，本王持有先王遗诏，这天下本来就是本王的天下，我看你们谁敢对本王放肆。连一母同胞都肯血染，祖上肯将江山社稷赐位于你，谁人相信呢？来人，见过大王，奴婢给大王请安。这是公主，我王姐的人。王叔啊，您还是带着阿明去乡下吧，一辈子做个普通人，有吃有喝，就别再回王城了，好吗？我已经派人把阿明还有您剩下那7个义女送出了魏城，这样也算是我报答了您对赫连的养育之恩。王后，你不想对本王说两句？你呀，人挺好的，尤其长了一张漂亮的脸。繁星点亮几分难言的忧伤，你的情歌我来唱。眼泪擦得从容。
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本王的义女，为了掩饰身份才让她称呼我为父亲，她现在已经恢复了公主的称谓。这位是本王日后最应孝敬的奶母，为了本王，奶母隐姓埋名流落到楚地，而这位就是奶母的孙女，一直到七年前奶母的孩子才得以成亲。王叔的人一直在追查奶母，而宝宝的父亲也为保护奶母而罹难。请受我一拜。哎呀，王后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，事不妥，往后之日定当回报。谢过王后。七天之前你不问我我想对你说点什么吗？有一种幸福叫被人欺负，小肚鸡肠。对，有的男人对心爱的女人就是心胸狭窄，被欺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欺负回去。我不太懂你在说什么呀，盛世美颜。我后背那几道鞭痕你都看到过吧？几年前有个又丑又坏的女人在兵营里给我下了迷药，她把敌国的刺客给放走，然后我要把你的欺负还给你，你也一定要还给我。初见的街巷，倒数。
Thank you.